历史定位的机会的时候，也到积水去读，完成了中学的，那再也就老是掉北干。是第二年，那年呢，陈公玉跟陈进忠，这个是我三年级教过了。以后啊，校长说你呀、啊，虽然不是师范啊，但是很认真，要我去带五年级、六年级。好像林长青，啊，林长青那个，刘秋富。这些相片不管单个照的，或者三五个照的，啊，我希望大家都留一个纪念。我把它在今天这本书里面最后一张做出来，然后呢，在这个书里面下面给自己。每个人都会给你留一张，好不好？那么现在是，还有在座的各位长辈乡亲啊，我想都是叶老师的好朋友啊，然后学生啊，那我也是叶老师的学生啊。他刚刚没有提到到中京国小的时候，在我那时候念五年级、六年级啊，就是在叶老师带领之下，也是不断的学习成长。那刚刚叶老师讲的那一段话，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感动啊。那叶老师从小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上，就是马祖早年那样子的环境，能够有机会去学习进修，然后学成又再回来贡献家乡，然后再去台北市啊，能够任教。那今天他能够完成他的心愿，在这里立这样子的碑啊，实在是值得我们佩服跟效法。也希望说我们政府啊，一起在营造马祖一个非常健康、幸福、非常幸福、非常感恩的环境。那马祖这几年的沙滩，昨天晚上的蓝眼泪又是爆亮啊，这是这么吸引人的地方。我想我们县府团队会继续秉持这么多像叶老师前辈他们过去努力的一个成果，在这个基础下继续努力，继续为乡亲、为马祖来打拼。谢谢大家，谢谢叶老师。谢谢。谢谢。半天放羊，半天上午读书，下午吃了饭以后去放羊。放羊，这样子，所以先都叫其为红用羊啊。红用，以上都红用啊。这本书整个出炉以后，我会送给每一个人，在这边照相。三五个人照的都会拿来听。OK， 对，老师带给我们。